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耿如。我觉得应该是自己最私下的那个时候吧，因为我觉得在面对自己的时候，你比较不需要伪装，你不用有包袱，所以我觉得在挑选内衣的时候就很重要，因为那是你可以看到最自己最赤裸的时候。我觉得是这阵子开始有越来越深刻的感觉，因为即将要迈入到下一个阶段，所以心理层面上会觉得自己好像开始真的要有一个女人的样子。我今天踏上台的时候，真的有一种突然觉得上一次大安分的活动的时候还是小女生，今天好像是一个女人的感觉。最接近我的风格的话，其实是绿色的那一套。最喜欢的应该是跟我今天穿的一样，璀璨水感动。我觉得它让我看到跟以往很不一样的我，我会觉得自己多了很多的女人味，甚至是有一点点侥幸感，所以我最喜欢那一套。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吗？三分是我从小的时候就一定会接触到的品牌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可以来到三分这样的场合，出席这样的活动，为他们做一些商品的代言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小时候看的东西，你现在自己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，然后它是你很熟悉很贴近你的一个东西。